挺喜欢平原党做的，来一千块，一半真正你赚到，谢谢阿里阿叔，来一千块，哦，这只不便宜哦，哦阿我加啥，你再加呗，来一千块，最后都袂差的人给你，一千块，来皮包打开一千给我，快点，皮包啊，值得啦，真的啦，赚到了你们。啊、快我手酸了，我还会酸，快点。都给人家通报啊！我讲真惊，我真正是要甲卖完，我无希望看我物件存伤多，等于头家也没事。来一千块啦！他说我的口味太清淡了啦，不简单。没有讲什么炮管呢、啊，没有讲什么顶扣扣什么变变叫的啦。这上面一包油鸡腿，这上面一包香酥油鸡，来一千块了。啊有，一只包来了，有啦，就不要酱的，别吃了。来，一只给300块来，300块。公斤重量来两包而已啦，一次跟300块来300，飞姐了，大家会吧？我带一只给烤饼多少人来300，三八，一只给300。VNVC 对啊，板的。一包卖没啊？3包总计500，来300了，小姐的来，一次跟300块，来大哥，谢谢，我刚刚在过手机啊。一千块靠没吃，两包300，加300啊。来300块啊！我卡车话，每天2包，上面1包，一个客户哦。来，各位姐，各位姐，一支给300的。我头条。300块，头条加吹出来吗？来300块来，一支给300，个人要吃一支给嘛？啊，来小姐来，3公斤哦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一支给300，最后一个都。来300块，都买到了吗？300块都有钱到了吗？好的，来，谢谢大家。黑手手，你上礼拜有来，想买的都没买到。黑手手，你那个，我跟你讲，怎么样比较方便哦？你加社团，然后说你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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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我吧，事先讲，这样你就不会买不到了。来五百了，这正的这物件的啊，这正的物件的，来500块拖拖啊，有人要坐拖拖吧？来500块来。我这一台是中华中华五的人给你啊，500块我坐金钱啊。普通台，看我这一台不用装解码器。三个。不是你们要去看那个彩虹，要打0000才能解开那一种频道。有啊，蛤蟆要3点钟就好啦。不要再一个。有啊，再一个。4个给我。再唱不给了。他首歌还在哦。要啊，小等一下。你刚才加4:30到了吗？啊，不有啊。加二的，你们输了。加二的输了。那明天分解来。蛤蟆先，蛤蟆先。来，蛤蟆先过来。蛤蟆。我来买只虎烧鳗。阿妹，迄个牛二两啊。牛二两，好。蛤蟆，蛤蟆。有两尾蛤蟆来吗？加起来。来，阿妈牛二两咯。这牛二两。哎，我发现。哇，来。来，牛二两鸡腿200块来，大鸡啊！今天大只的啊，各位。好来 ，Hello， 季姐俩你好。来，四斤，来四斤够你来。大鸡的面条丝啊来，调料的来，四斤200，我五斤给你啦。我加一斤给你啦，牛二两鸡腿来200了。来三斤来，四斤来，今天来五斤来，200块来牛二两鸡腿，都买到了吗？大只的哦，不是小只的哦，牛二两鸡腿，大鸡一斤100哦，五斤每斤200。蛮可鲁啊，弟嘞，来三弟来四弟来五弟哦，你来两百，还能备两啊，两啊两鸡腿。家主，大你要啥啦？你讲嘛。你还没看到你家的物件？家的你就买啊，你来炒的春节尔啊，来500块三个人给你。500。八弟的哦，来500。
我嘛少一个啊，阿皮的头声咧，我来介绍，还阁现互恁看，我来过年，我这过年前大家烧抢的物件，我来讲互恁欢喜个。正口的哦，不是白虾哦，黄黄黄黄金，宝贝黄金。来五百块。两片四百，两片啊！你外口门面行情就是两片四百，八批的，大只。八批的。哦，看后壁较清楚，还有大尾无？有，大尾。啊，啥拢绿色过生活，大尾无？大尾。大概五百，招一个要来参加。你是讲，你是讲你大兄哟，大尾。大尾。大概五百。我要食草药嘛，草足贵呢。来，即刻过来，来招一个要草药。无啊，一箱尔，下你要紧来五百块，头车五百块，是拢小家电耳啊哟，头啊，一车五百块，可能一咯，这也感谢你啊，每礼拜六礼拜，像这礼拜一哦，下后天礼拜一我们也会来，因为连续假期就无开了，开玩笑，所以我可以来的，还能来，最后一个，五百块。贵客也袂瘾甲你讲，来三个，你家看。好啊，卖收啊。三个啦。笑。加加一客啦，送四百就好。好啊，笑，好啊，你袂瘾甲买。哎，分物件啦，分蛤蟆，分骨来就听伊啦。你分唔少，分骨来搞。两块几百三百。三三一毛好啦，各位。礼拜一有卖哦，礼拜一在新达港有。好虾，礼拜一在新达港有卖。来四个客人哦，四个客人。三月一号有四十颗，四十啦，我三百一头，这台啦，七拢好啦，你有要吃的来，唔免一百，唔免九十，八十一个客人了哦，来二十块来。来十块来。七个人见啊，一人给五粒，咱也二十颗呢。起来，起来！我来接五粒，五粒，五粒。两个，十颗，十颗，十颗。三个，三个，四个。二零，没有四个而已啦。接五粒，我住了。好来，帝王蟹味棒，啊，北青来，帝王蟹味棒，帝王蟹味棒。来，两百块来。两百块。来，要出的动作快来，一支三针，两支给你来，三支四支来，五支给你来。来六支给你来，七支给你来，八支给你，九支给你，十支给你来，两百块。我讲几支就是几支，来两百块，一个加两支，总共十二支给你吃，不用煮了，这样就可以马上吃了。而且我们的客人买回去是没有再煮的，你要煮当然可以了，好吃啊。但是安尼吃的人给他贼。对，三月一号新大港有卖哦，好吃。你煮了都不会停，像安尼吃的。来两百块的咩啊？来大哥也袂紧。我们两百公分的大哥，站着啊，不是躺着，站着两百公分，躺着两百公分起，是，来，两百了，你吃多难啊？来几个咩啊？来姐，帮我包十二条来，我无我剩十二条，看下，看多少剩十一条、十条啊？后边剩较清楚了，来嘛，帝王蟹哦，霸王蟹啦，我无帝王蟹啦，王，比帝王蟹都较好卖，较侪人买，霸王蟹。来，小白肠冷霸过来，最后一箱了，要买的快点，来要买要买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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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箱啊，小白肠都杀好了，来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，给你五百。冷霸过来，小姐过来，小白肠。台东下来没买到要买的，蛮脏的，所以我要教你们啊，如果你们特地远道而来的话，要事先预定。不是五百哦，是两百哦。事先跟板娘讲，你们要买什么？九条、十条，这样才不会。十三条、十四条，你们到的时候东西没买到。小白仓，光哥去厕所啊，去喝饮料，快点，去去去。好，还不去？来，今日来十二只、十四只来，十五只来，伊拢家己不爱休困啊，然后来爱叫伊休困，你是？两百。来六只来，十只来。十三只了，十五只了，靠！因为我学中行，再抓几只，然后我家己买的，来八只，来十只，来一只，十三只，十五只啊，神经病啊！一只金币卖你两百块，剩两个人几条？小白仓要买啊，快哦！
你去听啊！你先跟板娘他们赖啊，就是跟老板他们赖，或是在脸书跟他们讲你什么时候要到，然后你要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们会事先帮你准备好，不会帮你卖掉，这样子你就可以买到你要的东西了。来，排骨酥澄清修了，这样听得懂意思吗？京都的排骨酥，来两百块来。有啊，有麻油鸡啦，无有好啊，有啊，来两百块来，京都排骨酥，来要吃无？最好吃，等于大气大多老师来两百块。最后一箱，对，因为就大条，你那个特地来一趟哈。红包来清秋节两百块，你要买的东西没买到会。会很失落。卖 cake， 大家拢买无够的。两百，要怎嘛？有啊，要气炸油炸无？两百，大家袂好来，钱我来。起来，我不容易得。我讲今天这人我若花一百块哦，你外口买一点点啊，听。我一百块一点啊，而已啦。来，要吃两百块得了，两百块啦，我就较济给你。来，大哥说两百啦，来，你说话我啦，两百块。他怎么可能晚上唱歌？你不要害他好不好？是我不让你们试吃了。他明天有早场。对了，我只有最后一箱了，我料料而已，都不要。你们不要害他。金价好价啦，没气价，没气价。来，京都排骨酥冷吧。这个小姐，你为什么不买一个呢？够够价。真的。来冷吧。来冷吧。来两包，我唔知你是哪位物件，无空较少啊来。京都的排骨酥真的很香哦。来两包，好小姐，你啊，变得较少点。来京都的排骨酥啦。现在不可能跟他说这件事，陈汉不行。来两包过来，过来倒我排骨酥呢，黑白花。来两包过来，还要讨论哦，讨论你哪会买袂到啊我。来排骨酥，京都排骨酥两百块来，两百，阿都烤炉哦，来两百块，哦，够香的你看。不会啊，你会煮很多啊。真的没人给你，来两百块排骨酥，最后两个够了，真正好吃哦。来两百块来，快来。来排骨酥，来三个。大哥来，不好意思哦，最后一个喽，赶快哦，来排骨酥两百来，春节人给你。你起码没油，不用油钱啊，用气炸锅的时候再炸多少？来，最后一位来两百。我买着，我讲今天这堆两百你买着，是干那上尔，我食甲装欢喜，还袂买两百十七分尔。好，买无，我无法当继续后食。两百块来，直接要谢谢你。今仔好人不济啊，你看。太无啊！谢谢，谢谢。我看你阿爸，你搁找无起来？是啊。来，要吃白带，来买五百，来三百块嘞。大地哈，大地哈，不是我要花三百，是今仔日叫做大地哈，来七地块，七地块请你七地啊，八地你来三，这六地块你啦，来三百块嘞，三百块白带，三百六，大地中看下来，买较紧的来三百六，三百块大片的白带，来三百块来。又搁无看到啊！来三百块来，来六地来，七地来，八地来，九地来，十地哦！你来，今日来三百路，三百块来，白大春节两无啊！最后两位，最后三位了哈，白大三百块来，动作快来三百，动作快来五地来，六地来，七地来，八地来，九地来，十地来三百，白大阿妹妹举手，有啊，拢买只，好来好，谢谢，来大车车来，鞋啊来，鞋啊平平来。虾啊，海白虾啊，大尾哈，要吃开三百块来。这人要招多，野生白虾，这人要招三百多，三百块我讲我招六个要多，六个客人买就好了。来，这人要吃开三百块来，野生白虾，小姐啊吼，来你慢慢拿。来，三百块海白拢有啊，来讲啊。原味鸡腿排。再是无啊，大尾原味鸡腿排。无来啦，下尾无来，下尾太半边无来。三百块的咩？有咩啊？阿你总共几个？三个，要个人要吃海白啊？无来三百。三百块。
乖哥，我发三包。啊，孙孙哦，你好。五个、四个，全部都要三个，你若会，我后边阁有同款价的量，给你来三包过来。拿上来卖。拜拜。有啊哦，这里三个客人而已哦，各位了哦，来三个人客，再发三包哦。来，给你摆来。这把全机收了，好了吗？来，柠檬香茅鸡腿排两包，四个客人而已，赶快。新加坡六，你好。来四支，来五支，来六支，来七支，来八支，九支，十支，来三个，来两百块，柠檬香茅鸡腿排，两百块，加支四支，来五支，六支，来七支，八支，来九支，十支，来六支拢唔听我卖啥哦，来两百块柠檬香茅，足好食，好谢谢。来要食干贝，来事不宜迟的，来来鱼头先好啦。像我没有鱼头哎、欸，鱼头来，还有两个没有卖掉、喔。哎，不要卖掉，来上来了哦。来鱼头上面来，来鱼头上面来，鱼头十块了，剩两包呢。鱼头，这个十块没动作没听到，我刚刚动作没听到。来阿姐，帝王蟹味棒上面来，蟹味棒，上五倍来，来这几包了。对了，这是包子。来，这个大家烤嘛，把炒炒归了。来，要吃鱼饺的，来各位。我那又很忙啊。按时啊，吼，下店好被猪汤猪辉哥，不能没有汤。请加后加。我好久没拍片了哎。100块来鱼饺。我超久没拍了哎。好吃。来，请吧。煮汤、煮火锅、煮面，100块来，最后三个客人。我若讲起一斤偌济，你若唔相信啦，这卖800块的鱼饺啦，我卖恁五个人加一个，是收你100块，也收你100块尔。啊，你考虑几波股市，咱买物件来，鱼饺一百来，一百八是咱看表演咯。来，100块。五盒500的炒虾，下周一还有吗？来1000的。孙聪龙。你跟老板，你跟他们讲，你跟他们讲你要。100块比较快。我知你是学袂早做啊。你那个加社团一下哈。加社团。来100块的，最后三个人给。加那个新达港王东煌的社团哦，在里面讲说，你礼拜一要炒虾五盒的。最后两位哦，这样比较快。100块，来过来来，都成都会哥龙哥加，最后一位。好，来，当书板就一定要把我弄成说我喜欢男的。来，各位观众来，这盘哦，哎，真正好吃的东西都没有人要理他。来，我吃完了，好吧。我吃完有人点到。这餐厅真正高级料理。男的喜欢我，不代表我喜欢男的。爱尔兰，你用哪里嘴？鸭。爱尔兰。鸭。爱尔兰，对对对，对。坐飞机到我都搞。今天你不用坐飞机就吃到爱尔兰的美食啊，霸王蟹啦，哇哦，还有个面包蟹啦，整只都是瘾啊！面包蟹，面包蟹，1000块来，不用裤子，一只三五啦，快上给他，三只1000啊！我来讲啊，我聊聊的啊，舒凡，谢谢你哦，乖，你要领号码牌哦，我了钱袂买啊，两个人加来1000块了，1000块，霸王蟹真的是整只都是蛋。我没有骗你，你吃到了你会说哦，这是这样子，瘾巴巴巴了。干啥喝几啊？今日三百三，二几日三下，开1000开包八，开八百面，来500块，500块，一只小的，哎呦，500块，这个包真收起啊，这个包。咦，都七家？哦，对，这也七家。怎么办呢？今日三四五五六个人七家哦。我无可能去试食，帝王霸王蟹，这只有三盒，要怎试食？一人一份啊，卖我500去，来300块来。300块，来起来。你可唔用钱，你无得人吃啊，我买。300块，三百，你连一只你都买袂啊？你们一个一个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来两个。一个一个来就好了。来。不要一次，不要一次全部一直涌上来。我没有那个习惯。一只三五，我卖恁300，已经无开钱。好，起来。一只要请恁吃，来300了。你问看卖，看我卖恁有少？
来沙发喽，你看。